人风，不平息终身一场空。一副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浪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有神戎马，逐浪飞花，踏凌霄雾黄沙。云霄雨霁也许中华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军孤战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干得好，起来吧。谢主任。谭兄弟，这是……诸位，老袁之事我不想被其他人知道，还请诸位立誓替我保密。应该的。我若将袁一事向任何人提起，必将遭受五雷轰鸣而死。接下来我们就在此地等候生命之树衍生出生命神液即可。老袁，你给我们护法。是主任。谭师兄，这是生命神液快要衍生了。据传闻，一滴生命神液就有让人死而复生、返老还童的神效。都是无稽之谈，不过倒是能让人年轻一些。其主要用途是治愈严重的外伤，一滴生命神液便可血生骨、骨生肉，短时间内恢复伤势。姐夫，生命神液不能医治内伤吗？生命神液无法稀释，它蕴含的生命之力过于精纯庞大，会瞬间摧毁内伤者的五脏六腑，直接致死。谭兄弟学识渊博，受教了。黄甫兄客气了。生命神液我先收下了，今后你们有需要我再分给你们。谭云，你可有办法将生命之树带走？暂时不行，此举定会彻底激怒神魂仙宫。以皇甫圣宗目前的境况，难以应对神魂仙宫直接开战，还是要顾全大局。谭兄弟所言极是，终有一日我会灭了神魂仙宫，生命之树照样会落入我手中。姐夫，我们赶紧去镇魔神塔吧。
请诸位在此地等我一些时日，我想去探查一番冰川里出现冰山的根源。谭兄弟，你去吧，我们等你回来。我陪你去吧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我也要去，姐夫还有我。不用了，有老袁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们就在此地安心等我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你们躲进之前徐思思等人藏身的山洞内，我会在洞口布下幻阵，避免其他敌人和妖兽发现你们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山洞。深入冰川2300万里，这里的冰山竟然还在不断生长。主人，附近万里冰域内的冰山都在增长。这片冰域必有古怪，你可有看出哪座冰山增长速度最快？在正北方向9000里处，有一座最高最大的冰山，增长速度也最快。问题应该就在那里了，快带我去。是，主人。去山顶看看。是。从外面看不出名堂，我们直接进入山体内，你机灵些，防止有妖兽偷袭。是，主人。深入800万里了，太冷了。有东西挡住了向下的去路。这是何物，竟如此坚不可摧。主人，让俺试试。什么鬼东西？老袁，你怎么样？主人放心，俺没事。这寒冰的威力好强，若换作神魂境大圆满的修士，一旦碰到这个冰层，必定被冰封致死。幸亏我体内有鸿蒙冰焰，不惧任何寒冷。看这些冰器上的痕迹，这些骸骨生前定是想击碎这冰球，反被冰球释放出的寒气冻结而死。以鸿蒙冰焰吞噬掉冰球内的冰晶，应该就能破开这个冰球。为何吞噬速度如此之慢？照此下去，起码需要上百年才行。奏效了，这个冰球实在太邪门了，还能自己愈合。老袁，找一个地方狠狠地砸。是，主人。为何停下？主人，方才俺只是破去了冰球的表层，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冰球，估计厚度有30丈，以俺目前的实力无法撼动分毫。算了，将来待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再来将这冰球破开。走吧，我们已经离开很久了，赶紧回去跟梦一他们会合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你快来看，是夫人。老袁，你胡说什么？梦一不在这里。主人，属下说的是您曾经的夫人方露轩。姑娘，灵山弟子不近女色。娘子，我在这儿。和天道争了一辈子，是好是坏，这结果都由小爷一个人担着。嘘。